给东西还我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哇哦！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我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哎，那不是那个又生又会念书的校花学霸吗？对啊。这里有本笔记本，好像是他的。难道是死亡笔记本？想太多了，是他的生活日记耶。原来校花学霸是这样过一天的。看他笔记本上面写的是个简单的字：七点早餐，二十级。每个人不是都会吃早餐，很重要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你从哪里出来的？这不重要啦。你看那女生。不是每月啦，后面那个一定是每次早餐，一脸倦样就脸色发白。是只有他不吃吧？你看外面，你看正在走廊奔跑的女生，她一定是迟到来不及，咬着白吐司就来了。她每天都这样的话，哪来的营养啊？你看那女生。哇，不愧是学霸哎！全麦吐司夹蛋，配个果汁，加上一点坚果，刚刚好就可以增加记忆力，完全就是为了这一天做准备啊！反观旁边这个，哦，我咔吃我就饱了，哦哦哦 ，My God！ 那这个时间点在干嘛？我看上面是写说不懂就要问，问到懂为止。A 级 ，A 级 ，A 级就是上课听得懂的话，下课就不用问啦。所以有求微调性，你看刚刚那个没吃饭的同学，他现在想复习上课的内容，却一脸无精打采的样子。早餐果然很重要，你看他，学霸还要问人哦，学霸就是学出来的啊。我又看到了，他到底哪来的西瓜啊？下午嘞，他在干嘛？我看一下哦，时间我主宰。B 级 ，B 级怎么越来越低呀、啊？等等，他是不是要出现？人呢？怎么没出现？人。哎呀，想我了、哦？没有啦，就想问你 B 级什么意思 ？B 级就是可以自由运用时间啊。自由运用就是想干嘛就干嘛，想睡觉去睡觉，想去社团去社团。读书也是需要放松的嘛。看他们在跳舞，都好有精神啊。我看他，我就好饱。你看，他还是人类吗？现在他在干嘛？五点 ，S 级 ，S 级，很重要哦。当然重要啊！上学怎么不重要？走、啊。想当学霸就先学吧，拜拜。